大力出奇迹，兄弟们，大力一干总会有奇迹的。大力出奇迹了，续费干起来，一票教做人，兄弟们，一票干出奇迹来。啦啦哩哩啦啦。兄弟们，这波舰队还在啊，还在。马满皮，所有人同心协力，一起干他一手，又能接身，又能为自己。二手子可以干十个的，二十个的。然后想搏梦想的啊，就干两百，干二十。没有梦想的，想混的就干一个的，十个的就行了啊。咱们分好几个档次，做大做强，立马干出来，立马加微信给你们下分。好，出火锅了，涉嫌有毒，干出来了一个美滋滋的火锅，好冷啊。哎呀，哪都不去了，我就坐这儿钓鱼了，我操，就坐这儿钓鱼。还搞什么发型呢？要把自己搞得矬一点，像一个矬逼一样，然后说明还更能够接近别人。搞得太帅了，别人看的都会有一种距离感啊！你搞得就是自然一点，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帅。不要刘海，啥刘海呀、啊？我头发长，我懒得搞，每天搞完之后，起床了也是这样子了。后来想想算球，就直接就这样吧，反正起床什么样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我操，我这一来就碰到你了，这么老铁，抽烟不？来，昨天刚买的烟，来，两个吗？来，好。有没有女同学啊什么的，叫两个出来玩玩。女同学的。啊，我们也不是在学校的。你们不是在学校的？你们上面两个学校。上面两个学校远吗？你们那个学校逛街平时也是在这边逛吗？那里我们那地方，我们那学校没什么逛的地方，主要是。你们那什么学校啊？对。啊。那个超市好像没看到啥了。没事，都一样的。你叫几个女同学出来玩啊？我今天晚上没妹子。啊，就我一个人，一人一车，走哪算哪。哎，我说真的，你叫几个女同学出来，带他们装逼去。啊，叫几个就是长得好看一点的女同学。啊，他是炮王，这是炮王啊，炮王，来嘛，我又不干嘛，就是叫出来，咱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啊，喝喝奶茶呀、啊。吹吹牛逼谈谈人生嘛，这些又不告别的啊，真的有没有女同学啥的，叫两个出来玩。同学，嗯，你看我又不抢你们女朋友，不干嘛的，是不是？
你看我看我直播这么久了，我是那种搞别女朋友的人吗？对不对？他们怕我泡他们妞，抢他们妞。你看我今天这么挫，这发型都没整，像这么挫。哎呀，太无聊了！我今天跟你讲，在出户外之前，我一个人住在那里，冥思苦想，想了差不多40多分钟。谁跟我说话我都不叫他，我就坐那儿，静静的坐了40分钟，想了很多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就来这边了。啊，我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说，我就一个人跑过来了。所以说今天晚上啥都没有，没节目，没剧本，没演员，也没有啥都没有。我让我啥也没要，啥都不要。我在大众传媒，啥都没有。如果今天晚上碰到好汉妹子了，那就纯属意外啊！遇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事件啊，或者是遇到漂亮妹子了呀，那我跟你讲啊，那就纯属意外啊，真的纯属意外。一切的一切啊，纯属意外，真的啥都没准备。本来今天他们给我找了三个妹子，妈的，我去一看，看了之后我想死，真的，我真的想死。然后我一个都没要，骗你们他妈死全家。这个学校的吗？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？不是。哎，那你们这边还有其他学校吗？这边？对，还有长沙师范。还有湖南信息啊。长沙师范跟湖南信息，那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呀？我们是湖南信息的。哦。我啊说。我相信小胖，真的，今天纯属意外啊，纯属意外。妹子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个网络主播，就是今天我心情不怎么好，往后来我想让你们心情好，你们喜欢什么我送给你们。不用，真的没有喜欢的，没有喜欢的，就过来随便逛一下。不是，这整个店里面都没有你们用得着的吗？就是喜欢的，比如说这些帽子啊，这些那个什么这夹头上的呀，这些东西。随便逛一下呀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今天兄弟们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啥都不想，我他妈就想花钱，真的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快乐了，我只能让别人快乐，然后我才能感觉到快乐。妹子，你们听我这句话是不是觉得很装逼？也没有，很正常吗？没有，今天我心态有点炸，我就想帮助别人，让别人高兴。我要店里的所有东西，你拿着吧。行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余额够不够啊？我不用，是，不要太开玩笑。没有，没事，我都可以，真的，我他妈今天上头了，今天。等一下啊！操！今天逛完了不？逛完了，走吧。我们走了。没事，一起呗。美女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不是，你看，给你看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是跟你装逼。你看我，真的我不跟你装逼。你们需要啥，我买给你们买啥。不要，就只想让你们。希望你心情好。就是我现在心情好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炸操蛋今天。我今天跟你讲，如果不是为了我直播间173万粉丝的话，我他妈就跳江去了。真的，今天我差点跳江了。喝杯奶茶就好啊。先走，我先去喝奶茶。不用，我们请你喝奶茶。那也行。哎，你们比较喜欢喝哪里奶茶？我们一般喝诺奖。哪里？一点点啊。好喝吗？那一家？还可以吧。那你真的你请我喝奶茶吗？请你喝奶茶。别骗我。不骗你。行。哇塞，心情好一点了。有一个漂亮妹妹请我喝奶茶。哎，你们是哪个是湖南信息的是吧？那学校在哪里啊？在挺远，也没很远。哦，哇，雪壮兄弟们，今天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第一次出来直播，有妹子请我喝东西了。平时都是我请别人，
第一次有别人请我，我喝啥都行，你随便弄一杯吧。哎呀，你好，欢迎光临燕麦奶茶。要全糖的燕麦奶茶加波霸，你要喝啥？我喝最便宜的。请问要大杯吗？哦，我要中杯的。我要小杯的。要热的吗？热的。我要少冰的。还有少冰的吗？要喝要？可以给我多加点糖吗？我要很多糖。你要喝什么？我喜欢甜的。要加配料吗？给人家小妹妹省点钱。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喝呀？我请你们喝。一个燕麦奶茶，少冰正常点。我跟你讲，喝奶茶不会长胖的。你看我，你们觉得我胖吗？燕麦奶茶。嗯。我不喝奶茶，我再多加一点。小心糖尿病，我低血糖，我还怕糖尿病呢，我还天天吃棒棒糖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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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小杯，只有中杯、大杯、特大杯。为什么不设计个小杯嘞？兄弟们，能不能帮我一起？